冯小刚饭局照流出，乖乖被大佬揽入怀中，妻子安静坐在旁边。刚刚陈凯歌跟冯小刚两人都败下阵来，不过他们两个人在影视界本来的职业不是导演，他可以算得上是导演界的一股清流。随着冯小刚的出名，大家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。冯小刚在导演界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，所以出演他影视作品的一些明星都非常胆小，生怕一拍摄不好就惹冯导演生气。不过这样脾气火爆的冯小刚，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温柔的一面。在前一段时间，不少网友爆出了冯小刚饭局的照片，他那种乖乖被大佬搂在怀里的模样的确挺搞笑的。陈凯歌跟冯小刚两个人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好，通过这几张照片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在私底下交谈甚欢。而且大家可以发现，他的妻子就坐在一旁安安静静的看着冯小刚被搂在怀里的模样。对于冯小刚这几张分局照片的流出，不得不说与他在工作时候的模样的确差距挺大的。没想到在日常生活中的冯小刚竟然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，他乖乖被大佬搂在怀里的模样，有种小鸟依人的感觉。